着急吧，一点点猜呀、啊。哎，你们爷俩干啥呢？拆快递呀、啊。拆快递？这是谁的快递呀、啊？我的。你的呀？你又买东西了？这是什么呀，宝贝？小鱼。小鱼？嗯、玩具小鱼呀、啊。是活的。活的。对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要是泡沫箱活的，那不得憋死啊！那我问亮子，快点拆吧，看看他憋没憋死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感觉呀、啊，这泡沫箱肯定得憋死。对，我感觉也是。打开看看好不好？行。快点拆。打开看看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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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哇！打开了吗？打开了。我看看。还动呢你？还动呢。不过这鱼也太小了点儿了。我看看。哎呀！哎呦妈！拿不出来。我以为这买量挺大，我看看，看哇，这里面鱼还活着呢，蹦蹦的。哎，几条宝贝，快看看吧，这鱼真好看，几个？十条。哇，我看看，有黄色，还有绿色，还有红色吗？真好看。这是有没有死在这里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放在鱼，这得憋死的，真的是。快放在鱼缸里吧。不是，这里边一点氧气没有。咋喘气儿搁这里？哎，我知道，是啊，鼓呢，因为里面有那个气儿啊，因为它鼓的，我看看，能充气儿在里面。啊，宝贝，它充气儿的里边，它就在氧气，对吗？对。宝贝，你真聪明，来打开来。不是这放在鱼缸里。放鱼缸里。咱们家已经有一个小。太神奇了。对呀、啊。不是这，我搁视频里看，就跟这里面的鱼这么大个的，它发过来咋这么小啊？不知道啊。是啊。哎，鱼们长得肯定有一股气儿。看看能不能让这。那大鱼给吃了呀？那能让大鱼给吃了我？能不能，宝贝？我觉得能。你觉得能？嗯。快看看。鱼呢？鱼，哎吧，出来了！哇，好可爱！哇，真好看！咋还这么欢实呢？咋还这么欢实？这个大鱼咋的了？这是？害怕了吧？琪琪，啊，那大鱼有点兴奋了，他来玩伴了。对。是不是啊？他自己一个人多孤单呢。真的好看。没想到这个快递邮的真挺好，我宝贝聪明，说这里边有气儿，它就憋不死。这不这里边有，这憋的没一点都喘不气儿。刚才它不是鼓的吗？我宝贝说的。对呀，它能夹的时候又有一股气儿。好看吗，宝贝？好看，还是彩虹色的。真好看啊！能让这大鱼给吃不能是宝贝？对。